你怎么了，先生？哎，有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影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这一款游戏叫做《滑入森林中》。是，没事没事，这个标题取得真好，好不好？那看这个背景的溜滑梯，应该是那个会吃人的溜滑梯嘛，对不对？很多游戏都出现过啊。那我们直接开始吧 ，Let's go。哎，好哎，玩溜滑梯咯。那我们这款游戏的目的应该就是要玩这个溜滑梯吧？有其他东西可以做吗？好像没有哈。我们直接进去啊！哎，溜了溜了。啊，怎么有奇怪的声音啊？有那个嗡嗡嗡的声音呢？我可以再从这边进去吗？嗯？等一下，就他妈的，好像可以。哎，好像不行。哎，好像不行呢。它会有一个磁力把我推出来，会有一个神秘的力量把我推出来，那我们只能从那个楼梯口进去啦，好吧？我们再溜一次，这一次我们来个花式溜滑梯，哎，从后面进去，哟吼，呜耶，哎，好玩好玩，哇，让我回想起了童年呐、啊！啊，这个画面怎么变啦、啊？为什么变成灰灰的？下雨了？要下雨了？我怎么溜个溜滑梯出来就要下雨啦、啊？我没有带伞呢，怎么办？我要打电话叫妈妈了。我要尝试有没有漏洞可钻啊，有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从这边下去啊？哎，好想玩出 bug 哦！没办法了，我们直接进去啊！哟呼！哇！天这么黑，雨这么大，我怎么还不回家？完了，我感觉要出……哦、什么声音？手电筒哎、欸！我们先把这个手电筒捡起来啊 ，flashlight， lost the flashlight， 一个遗失的手电筒，但是很幸运的是啊，里面还有电池 ，OK 啊，谢谢你啊，谢谢那个把手电筒留下来的人，这样子呢，我又可以继续玩溜滑梯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赶紧的玩溜滑梯啊，天黑了，谁跟你回家？继续玩啊，继续嗨啊，睡你妈逼，起来嗨，哎、欸，哟呼，睡啦，好玩欸。上面怎么东西在发光啊？欸，我真的很想从这边进去欸。有玩过溜滑梯的都知道，从里面爬进去才好玩嘛，对不对？如果上面溜下来是个小妹妹，哇，直接撞在一起，擦出爱的火花，各位，然后就生孩子了。这什么啊？一张纸条，有张报纸，我看一下。小镇的悲剧啊。简单来说呢，这个小镇很像有一群人吧，他们失踪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失踪案件它仍在持续的进行中，可能每天都有人失踪吧。然后呢，报告说儿童和成人他们都有失踪的现象。那根据这个报告来看的话，他们很像是凭空消失的，也就是说可能找不到尸体啊之类的。他询问是否有任何人有这个失踪案相关的消息。如果有人发现这个失踪的人啊，或是消息的话，麻烦联系他。所以这是一个记者写的新闻报道吗？然后这个记者啊，想利用这个失踪案一系爆红，有没有拿一些独家头条？真的是丧心病狂。那现在我们是要接着溜这个溜滑梯吗？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常啊？感觉很奇怪欸，好像有人在盯着我的屁股看欸，是不是想要？没事，不要乱讲话，我们进去啊！哟吼耶，开心！欸，出来一个女鬼，哦。这里面有声音欸，有人在里面拍打那个溜滑梯欸，怎么了？难不成里面有受困的小妹妹？那看起来我们还是要继续玩这个溜滑梯哦，它没有任何可以做的事情啊，我们只能玩这个溜滑梯啊。哟呼喂耶耶耶耶耶哦，好玩欸，再玩一次欸，真的很开心哇，仿佛回到了童年时代啊，我们再溜一次，哟呼耶耶，开心。哎呦，打节奏欸，不要再耍白痴了，我们赶紧上去啊！哎、欸，那、啊、怎么楼梯上有血迹啊？What happened？ Hello， 先生，他是一个被白布包起来的人欸，他是有病是不是啊？包着棉被来玩溜滑梯是怎样？哎、欸，先生，你怎么了，先生？哎、欸，有手。他要强制玩这个溜滑梯啊，所以刚那个被包起来的人就是失踪的人吗？所以我现在应该下去吗？不对哦，
我感觉我下去我就死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从这里进去看。哎，先生，你好吗？你还有呼吸吗，先生？这里还是进不去哎。那感觉我们只能从这边进去啦。我来了，溜滑梯，哟呼！哎，哎，阿祖深不见底啊！这个溜滑梯是怎样？我已经没办法停下来了。花在海盆玩个溜滑梯，直接滑到一个异空间里面哎，这什么啊？为什么溜滑梯颜色变了？哦，从这边开始我们要自己溜是不是？为什么这么麻烦啊？他不能一路让我直接滑到底吗？冲啊！哎，冲啊！哎，再冲啊！哇，太慢了吧，大哥！你是太轻了，滑不下去是不是啊？我可以有其他，我可以往上溜吗？哎，可以哎，我可以往回哎。难不成这游戏有 bug？ 不要不要，我觉得我在浪费时间啊。我们赶紧往下。哎，有了有了，我们直接往下溜了。好哎好哎，溜了溜了，耶！到终点喽。这是哪里？我现在要滑出去吗？嗯，通风管，我从一个通风管里面滑出来，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被传送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啊？这是哪里？我们先到处走看看。哎，有楼梯，有楼梯，我看到了。我们知道走这个楼梯嘛，对不对？哎，我们把它停下来，我们让它停下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哎，我想让它停下来，哎，大哥，完了，我救不了它了，可恶。如果他又丢一具尸体的话，我这次肯定帮你挡下来，好不好？你不要怕，真的，你不要怕，有我在。没有吗？这里有个祭坛，祭坛上面都有血迹，所以他刚是已经被利用完的祭祀品，然后被丢下去吗？好可怜哦。门打开了，好诶。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？那好像有个肉块诶。E2 调查。哦，我们要把那个锁链拉开，但是问题是我拉开要干嘛？我要让这团肉掉下去是不是？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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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OK 啦，来啦，我马上帮你解脱啊！看你这么痛苦，下去吧，宝贝。嗯？哦，它上面还有一根啊，那我现在是要去把那个上面那一根铁链切断吗？这边是不是 ？OK。Feed them， 他叫我喂他哎、欸。下面是什么东西？下面有怪物是不是？我看一下，在哪里？看不到啊！跨步啊！这个井好深哦，铁链还在一直往下降哎、欸，没了吗？就这样吗？门打开了，那我可以溜了是不是？什么声音 ？Hello？ 哦！哎，有人在飘过来哎、欸，有人在朝我靠近呢、欸。现在怎样？现在是要跑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大哥，这边被挡起来了，完了，我是不是要死了？这边呢？打不开，我死定了，各位，我死定了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他要进来嘞、欸。这什么东西？哎哎哎哎，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了，大哥，对不起啦，快溜快溜快溜，哎、欸，我溜了。怎样？我被抓走了。我怎么被抓走啦？嘿、欸，拜拜！我溜了，我溜了。哎、欸，溜滑梯！哎、欸，我溜了。哎、欸，救多玛德，他是不是在我后面？不要哎、欸，大哥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啦！白兰哦，你是白目镜是不是啊？不要，快，滑动我的屁股，屁股走路大法，快点！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。哇，怎么遇到上坡了？哎、欸、，Hello， 哪有溜滑梯有上坡的啦？神经病是不是啊？想害死我、欸？哎、欸，我在想我这边会不会死掉、欸？哎，我觉得我不要闹，真的，我已经滑这么久了，我真的不要闹。嘿，嘿，哎、欸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的屁股非常非常大颗，好不好？哎、欸，怎么感觉越来越近啊？他是真的有在追我是不是啊？快一点啊！这屁股没力了是不是啊？快点滑、啊！哎、欸、溜，我溜，我溜！哎，嘿，有哦，声音越来越远了哦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们安全了。哎、欸，那种画面在闪啊？是怎样？哦，现在可以停下来吗？往后看，后面没东西。
前面也没东西。这是哪里？完了，看来下一个失踪的就是我啦，好不好？哟呼，我回来了，啊，溜滑梯嘞？啊，我的溜滑梯嘞？正当我以为我回来的时候，实际上我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啦。我就是那个失踪的下一个受害者啊。好啦，那我觉得这个游戏呢，前面还蛮有趣的啊，那个溜滑梯真的蛮有趣的。有种回到童年的感觉，但是呢，后半段就有点不知道在干嘛了。我觉得它后半段的场景不够可怕，然后那个鬼也没有就是追逐的刺激感。在溜滑梯里面，除了砰砰砰砰砰的声音，我也不确定究竟有没有鬼在追我，所以那个心情上啊是完全没有压力的，没有那种恐怖游戏的压迫感啊。我觉得它如果后半段可以做的再可怕一点，再惊悚一点，然后那个鬼跑得超级快，在溜滑梯里面追我，那可能就会有趣很多啊。可惜就是没有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个在溜滑梯里面溜滑梯的故事就玩到这边啦。那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订阅我频道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